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玄珠只吃他面前那一份，吃饱了完事。我就说过他一次，从此之后，只要是饭点儿，拿着饭菜只到屋里去吃。这样的妹妹你会喜欢？坐着。做这么多好吃的，肯定累了。你看看。玄真。啊。他照片都烧了，你哪来的？老太太还藏了一张呢，大哥给我的。你是真喜欢玄真，不喜欢玄珠啊？怎么？我心里面。一直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